小 S 暌违七年再度推出全新专辑，日前他在直播连线中和好友范晓萱大谈这张专辑的有趣故事。其中新歌 MV 中，小 S 还以先生为概念，打造出一身造型感特殊的服装，并特别戴上面具。而他也在直播时透露，其实身上穿的衣服也是跟老公借的，表示当时心血来潮想说都戴着他的面具了，不如一起借他的衣服来穿，感觉会更有趣。他那时候问老公，还有很浮夸的西装外套吗？他没想到老公立刻带他到衣柜前，拿出各种款式，让小 S 超惊讶，表示竟然从来没有发现他有这些收藏，还开玩笑说 MV 里那双红色的马靴也是他的。最后小 S 则透露，可能有粉丝会问，现在这个时代还买专辑干嘛？但他告诉大家，可以把这张专辑当成纪念的东西，毕竟世事难料，他也不见得会再出下一张了。